三立独家直击新竹市府行政处长谢伯宏，去年十二月和一名长腿女子一前一后下车进电梯，周刊更拍到两人大街上公然晒恩爱，不止边走边双手紧握，还直接亲吻。谢伯宏甚至还开车载着这名长腿女进到一个月租金700元的新竹市府官员宿舍过夜。而事实上，谢伯宏和这名长腿女都是已婚状态。谢伯宏结婚时，柯文哲还亲自到场祝贺，但现在和长腿女牵手亲吻画面曝光，也让婚外情摊在阳光下。高虹安就职时，32岁的谢伯宏就站在后方一起拍照。除了陈氏柯文哲核心幕僚，选后也直接被高虹安延揽担任新竹市府行政处长。而这名长腿女子身份也是民众党党工林姓女子。12号红旗验一票。在14号的民众党党员代表大会，林姓女子还担任唱票员，靓丽外形也成为焦点。而她过去也是模特儿出身。大摆 pose 展露好身材，林姓女子在担任模特期间就多次登上时尚杂志，在网络上也小有名气。现在爆出婚外情，谢伯宏也发声明强调犯错就是犯错，对于受影响的家人和友人感到抱歉，并提出辞呈。当场呢，我其实跟他交谈过后呢，那也是有跟他说，可能在交接的部分，还是要需要花时间来完成，但是这个部分我是已经准辞了，让我们的副处长来代理行政处长的职务。高虹安上任不到一个月，行政处长立刻爆出婚外情绯闻，虽然谢伯宏辞呈迅速被批准，但还是让高虹安市府小内阁蒙上阴影。三选张浩义、许先周感觉小组台北报道。